我就是视频定的太少了。你的宝宝们都在。对呀、啊，他们，但是他们人虽然不多，但是每天基本上都会催我，什么时候直播。谢谢小泉，下次你如果我不在的时候，你直播间有别的人，你让他们给你买一个那个试试，其实还是能留住挺多人的。你看我们刚刚120几个人，现在160几个，其实还是有20-30个人留住的。这不又是给自己刷的那种大哥吧？啊？我现在刷大哥呀。我刚碰到一个大哥，他跟我 PK， 他自己给自己刷，然后刷了3万多票。没打过你。是吗？是不是他刷3万多票没打过你？他当然打过我了呀，关键是，妈，他你50级，你这个更吓人，你这个。你跟他是真花吗？是真花，啊，是真花。哎呦我靠！这个也是大哥。这个是真的，我不是大哥，打一把呀！我，你知道我的榜一是谁吗？我榜一是个女生，是个主播、啊，是个美女主播，她给我刷票。啊，我可以打一把，但是我肯定会输的。你惩罚不要太严重就行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带个特效就好了，好吗？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啊，关麦了啊。好。嗯。哦，他还要，哦、等一下，他还要自己拉票吗？这现在都怎么了？大哥还直播还给自己拉票吗？这大哥都现在都这么，这大哥感觉不会自己给自己刷，但在直播间应该是有人的。真的，我怎么老碰到这种呢？谢谢菊菊宝宝，大哥们咋都开了？对呀、啊，这套路跟以前不一样啊！以前大哥人家开个直播，啊，也不会去连麦跟人对打嘛，对不对？
100万左右。哇，五十级要刷100万吗？不用吧，你就是10万人民币，对不对？不是100万人民币吧？要你的时候，于是爱首歌大，叫做给小手满身把这些苦为了有。谢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谢谢德德的直升飞机啊，谢谢莹莹，谢谢德德，谢谢宇哥，谢谢梦儿，谢谢李坤汉，感谢啊。你就带个大板牙特效就行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。嗯。大板牙特效在哪里啊？才发现。你是哪里人呢？不是，我好像在黑龙江榜上看着你的呀，不是吗？你在黑龙江看见我？榜榜小说榜，那可能我看错了。哦，那你看错了。等一下，我在找那个大板牙，你可以告诉我在哪里吗？就是 PK 真谷里嘛，这具体在那儿我也不知道，得找。那你是？看着我带完你再结束，还是你现在要结束？我怕耽误你时间。啊？我怕耽误你时间，我真的不知道在哪儿，因为我直播可能不超过10次。我看看啊，搞怪整蛊啊，现在变成搞怪整蛊了，你随便带一个吧，好吧？搞怪整蛊第二个就是。搞怪整蛊在哪里啊？有一个 PK 那个叉叉，一个微信的小图像，一个玩儿。一个小星星，一个购物车，是哪一个？玩旁边有个道具，玩旁边那个你点开有个道具。玩旁边，小星星这个啊道具，搞怪整蛊。哦，这个。啊，对。好有气质啊！嗯，谢谢。那个关注一下吧，以后没事可以常连常玩，好吧？要是开的话。好的，大哥。嗯，走了。拜拜，大哥。嗯，拜拜。我的天，好丑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去了。走。啊！我怎么觉得我的妆也没了？我的美颜也没了，我临时给自己化妆，刚刚妆都给我蹭掉了，把我的那个美颜滤镜都给我蹭没了，我天！你每次都这样，真的吗？我们榜一是女生啊。演我分担一天。哎，坤哥，我今天连了两个大哥，而且都是大号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？你说，没多大差别，真的吗？我没有开，刚刚把那个化妆妆容给弄掉了。好了，这下你们抢完我就不发了，今天就不发，然后人唰掉完了。我看一下能钓到多少人啊？多少是好事，真的吗？你的意思是下次直播那大哥能来看我？人家都来给你打的那种。哇，这个人有100多个观众，又要跟我。对，没错，《奇遇记》新朋友啊，这新朋友。你好，姑娘。主持人你好。你是成都姑娘吗？对，我是成都姑娘。声音有点小，那边声音有点小。是我这边声音不够大吗？没有，可能是我。好，现在有了。我把声音开大点。你是成都的姑娘吗？对，我是成都人。你在室外直播吗？你没有声卡吗？对面没有声卡吗？我没有声卡。你眼睛很迷人，眼睛很大，成都姑娘特别美。关注一下，我们关注一下。对，你是什么风格的主播？411。我
我是什么风格的主播啊？我就是。你是什么？我没有风格呀。别人是万般风情，你是万般风格。浓妆淡抹总相宜。什么叫非常有夫妻相？我们家人说我们俩有夫妻相。说不定人家姑娘已经名花有主了，人家姑娘已经名花有主了，小猪猪会唱歌吗？四幺幺会吗？不会，但是我会胸口碎大石，你要不要看？你会胸口碎大石？开玩笑的。你胸口有这么硬吗？还会钢枪锁喉吗？我还可以脚踩灯泡。各位观众，各位听众，现在您锁定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时间，对面是来自成都的姑娘。今天我们能不能有幸看到她表演胸口碎大石？别，我开玩笑的。我看错了。你们想不想看胸口碎大石？是花岗岩还是雨花石？我错了，行吗？我错了。好厉害啊你，他说话挺逗的。对。我是那种，就说话的声音太小了，太温柔了你，我听不见。我有什么不温柔啊？我声音很小吗？你们听我声音小。对，可能麦克风离得太远了点。他是十公分的。我声音小不小？我声音听得见吗？我的声音你听得见吗？你的声音非常好，很洪亮，然后中气那个十足，然后声线也特别好。还在等我夸你？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没关系，我都顶得住。我会的词儿差不多都用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你玩 PK 一般怎么玩的？我 PK 一般都是别人邀请我，然后要不然就是现在好职业的那种 PK， 就上来就是小姐姐过程玩什么扭胸扭屁股什么的，然后结局玩。蹲起，要不然就套个垃圾袋，一般都玩这个，而且就是一开麦开了之后 PK 跳舞蹲起不蹲了，今天我已经输了好多，蹲了好多次了。哎，你为什么站的那个地方后面把你围起来的？你要赢了，我给你唱一首歌好不好？我唱歌可好听了，我唱歌多次参加湖南卫视的《我是歌手》、中央电视台青歌赛、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》，还有《中国好声音》，我还记歌词。而且我多次都没有获奖。好，我唱，因为第一把连我们是有意连麦，你输了你随意，不难为你，怎么样开心怎么样好，好不好？好。他的眼睛会说话，眼睛好大，你的眼睛已经霸屏了。离镜头远点。你不需要眼睛睡。你不要表演胸口碎大石，你眼睛碎大石就可以了。他这个眼睛好像很大，眼睛一眨。关注一下扯淡人生啊，扯淡人生，人生哥又来了，人生哥。小猪猪又招呼你了，小猪猪。好。那我们断了连吧，只有三十秒，不用断，三十秒之后开始，好不好？这一把不打。我直播间没人，小哥哥输了，他说胸口碎大石，他表演什么都好，我们随便了，不难为他。小哥哥，我输了，我就唱一首歌。我是第一个认识的，第一次连麦，成都姑娘叫四幺幺。我在，我是宁波小伙，宁波小伙 VS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名字叫姑娘，四幺是我的生日。哎，他声音真，你的声音好小哦，听不见。我说我的名字叫姑娘，四幺幺是我的生日。你的名字叫姑娘对吧？好，姑娘，大家认识一下，我们第一次连姑娘啊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好姑娘，比赛开始，我就不给你闭麦了，因为你声音太小。我想说，我直播间没人。啊、对我们唱歌输了，我要唱歌。哎，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框起来呀、就是我们大家连着朋友，带着我们这帮朋友跟他们这帮朋友在玩 PK， 啊，对，玩 PK， 他在跟谁解释？对，感谢代驾，谢谢代驾。我们人生哥又来了，
哥，欢迎你，感谢大家的年年有余啊。对，这里王导来了，王导，王导，明年有没有大戏带我拍拍戏，王导？对，电视台的主持人都已经过地了，我想演戏，王导给我个戏。TT 万达当然要场地费了，但是我们是合作，对。万达寸土寸金，旁边都是人呢，我们这次跟万达一起合作，跟万达一起合作，明年我们万达还要做品宣，做带货。像我们这个金座万达这个场地都是10000多一场一天哦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常来万达，迎着万达啊。对，输了叫他改成金木老婆，有点狠哦，小猪猪。飞行侠明天不直播了，代价明天向我表白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但是能不能赢还不知道。每个人都说我没看美颜，我来看一下美颜啊。输了唱歌表白，对，对啊，王导来了，小猪猪我不打了，我太难了。小不点来了吗？小不点，停车慢一点。感谢洋洋的洋又来了，洋洋，谢谢你啊，洋洋，大家点点。洋洋已经没在万达了，刚刚买完在万达购完物走了，祝你购物愉快，新年好啊，洋洋。开车，如果你开车的话，注意安全。对，对面有实力。这边没有。感谢焦糖马地朵来到我们这里，焦糖下午好。主播是在中国宁波，我是宁波人。欢迎，感谢古色的咖啡，欢迎你啊，咖啡点个灯牌，欢迎你又回来。焦糖马七朵，欢迎你。对，我们226票，对方22票。黄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还好看一点。对面长得像混血儿，眼睛好大。小龙女，长得像小龙女吗？李若彤对吧？长得像李若彤。怎么会这么多人？博尔曼来了，长歌行来了，长歌行欢迎。歌行哥，浮生哥叫浮生哥。干式一卤鲜。宁波最好吃的卤味，大家点关注。干式一卤鲜，我喜欢吃卤味，下次到你家买好吧。我的主持人没点灯牌的，大家点个灯牌。主持人就是，不怕的精神。金粉世家，大家，他家多少人呢、啊？阿杰年，阿杰长得像李若彤，太虚啊。安然加油了，说长得像李若彤，别说我长得像古巨基。但是我觉得我像肯德基。来一首歌，我在你旁边，你在旁边吗？干事，谁是干事？又来一个路过大哥吗？哦，100多人，他们家也100多人。势均力敌啊，这个不一定啊。还一分钟，对方不上票啊，他只是含情脉脉的看着我。我直播间没人，我直播间没人，真没人。干式一卤鲜，你在我旁边吗？在什么地方？榜十啊，对，福生哥他们家也有能量，人也不少。没有加粉丝团的朋友，大家加个粉丝团。对，干式加粉丝团。你们想不想听他唱歌？想听他唱歌？我给他点个。给他点个关注啊，他颜值非常在线。你们想听他唱歌，我就而且还会胸口碎大石，好有才艺啊！我在给自己送全网最狠女主播，全网最狠女主播。杰峰，阿杰来了，阿杰，欢迎阿杰，杰峰服饰。小不点应该快到了，我们去迎接一下要啊。我也不想表演节目，好松自己一个。小不点能量满满，感谢安然兄弟，安然兄弟榜一大哥拿下，让他的名字改成安然老婆。对，好、啊，对方来了，一秒冲了，小猪猪打赢了，猪猪你太狠了，判断准确，猪猪你太牛了，猪猪判断准确，拿下，姑娘。女士们、先生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们金粉世家在我们小猪猪智慧、聪慧和咬准最后一秒的点上，我们扭转了局势，反败为胜，侥幸赢得姑娘家。
赢的不多，但是就是赢了。你好，我欣赏胸口碎大石。我是碎大石啊，不要胸口碎大石。小猪猪，好，榜一大姐小猪猪说了要向我表白。我看难不难为他，因为我当时说了，怎么 PK 都可以，但是要他要同意。姑娘。听着呢。真的去找碎碎大石吗？没有。你真的找石头去了？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别找石头了，扛不住的。弹钢琴，哇，天哪，好有才。哦，他表演。表白三分钟，用钢琴来表白，好吧？小猪猪，看你听得懂吗？啊，安然，大家看，小猪猪，你太狠了。代价好大，钢琴很大吗？我也觉得他钢琴好大。主播是宁波的啊，大家先加个关注。只要一弹钢琴我就你没有胸口碎大石，但是你的钢琴已经把我的心给击碎了。我要是只会这一首你知道吗？这首练了十年，然后练了十年只会这一首。才艺主播手指头很长。不是，你知道弹钢琴其实是不能留长指甲的，但我指甲很长，你看吧，这么长，所以它弹上会滑，就很不专业。就是专业的抱歉，我的手指头虽然短，但是我的个子高。你手指真的好短哦！而且我的手张得开，抓财。2021年要抓财的，我这个手专门破胸口碎大石的，降龙十八掌。我今天可能对不对？我差不多今天就播到这了，然后改天我们有时间再连，好吧？对，他说话真的好轻啊。我说直接播到这儿了，太温柔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能温？你能粗狂一点吗？我说就这样吧。能不能野？能不能野一点？姑娘，能不能野一点？声音好小，根本就听不见他说什么。那就算了嘛。我声音很小吗？我觉得我都已经。使出我浑身的力量在说话了，嗓子掉哑了，声音很小。说什么没听见？你们能不让我们笑啊？
完全不觉得直播是一件让我觉得需要坚持的事情，就是觉得很开心，随时都想给大家分享我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就很想跟你们聊天或干嘛。其实那会儿也没有想着说要收多少票啊，挣钱什么，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想法，就纯属想跟你们聊天，包括现在跟你们直播也是，就完全没有想要从你们那儿掏多少票啊或干嘛，就真的是上来看看你们，跟你们聊天，就很 enjoy 这种感觉。对啊，但是播一个多小时是不知道是身体素质还是怎么回事，感觉耳朵都嗡嗡的那种，欢迎幸福的又有人给我 PK。 酷酷刚什么时候走的我忘了，给人家招呼都没打，改天再去看看。欢迎魏微微，等粉丝媒体多好。对啊，就是啊，就是为了上来看看。欢迎一个红众红，我发现好多关注我的人我名字都是第一次念，还是有那么多新人关注我的。 PK 的时候他说要出门了，哦我没有听到，哦我没有给他打招呼，谢谢红人。哎，你们觉得我头发这样抓起来好不好看？又有人要听了。Hello， 你好，直播，你好。在玩什么的？都可以啊，你看你嘛。我玩的比较简单吧，白天不刷脸吧，其他都行。好啊，可以。那就。蹲起啊，输了蹲起是吧？哇，你这么多粉丝啊。没有没有，我这边人不多，估计也没有你人多，你有一百多人了吗？但是你粉丝多呀。没有，人少。你应该是视频很厉害拍的吧。哦对对，我就属于视频粉比较多一些。啊好厉害哦，我就很羡慕那种视频拍的好的人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但是一样，直播间人少，只是看视频多一些。啊，好小姐姐，那过程要玩什么呢？过程，抖肩吧。这样吗？抖肩吗？哦，我知道，对不起，我有点，我有点疑问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就是那个意思嘛，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呀。好，可以。大美女啊，宝我来了，欢迎。我头发这样扎着好看，还是刚刚那个散着好看，宝宝们？哇，看吧，我就说，那么四十几万粉丝，怎么可能没人？我的天，我要说的这么难看吗？嗯，扎着好看，我觉得会说的很难看的。其实我直播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，我只是希望 PK 的时候自己不要说得太难堪，这种就是太难堪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着急。我应该说点啥？为什么突然间大家都不说话了，都沉默了？嗯，真的没人说话了，你在干嘛？
谢空汉。是不是我输了，你们也会觉得心里面很难过？原来我要干那种 What the fuck？ 现在想冲点事情。就前段时间直播的时候 PK 的时候，我老是想说为什么系统不给我匹配大一点的主播，然后我现在知道为什么，就算匹配大一点主播有什么用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输得很惨。七吧，好像是。哦，蹲起是吧？做几个啊？嗯，做20吧。走了。好的，李哥，那你去忙。20个。拜拜，那你去忙吧。哎呀，20个，20个太多了，腿都碎了吧。一。二。是自言自语，对手都是回避，看不出什么结局。自始至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。故事由我注定悲剧，不给我美丽，演出相聚和别离。没有星星的夜。啊，辛苦了。拜拜，小姐姐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唱一首再见，我给你们放一首再见。谢谢你们的陪伴，拜拜。
拜，宝宝们，拜拜。